但是呢，湖人得不了分，三分钟得两分，里弗斯上了。应该你看勇士收的多小啊！大家看勇士这五人都在三秒区边上了。对，确实就是这个阵容，勇士就是很明确，科尔上来就是说，就是只要他们上这个阵容，就投他们的。就你所有的后卫，你的三分球命中率都在30%左右。反击，里弗斯打中了，好球，真不容易啊！这边一抢断形成反击，其实湖人呢就是要的就是这种球，投篮。是的，后边二小双枪啊，是吧？三高配双枪，而且关键是这相对来说呢，就是都有一定的投射能力。这边强吃，老詹。詹姆斯终于得分了，其实啊，就是距离天狗贾巴尔的这个记录在不断的慢慢的拓进。哎，不过湖人慢慢的把这个比分倒是追上来一些，看看有机会反击的机会，浓眉自己上打进，哇，这球2+1，库里传的太随意了，是的，有机会直接追平。再来看啊，这球确实是太随意了，忽视了浓眉的臂展啊，真高啊。哎，不过张指导，您说这浓眉这状态是不是看着现在还不错？对，看着还不错。浓眉呢，他自个儿说咱们要打这个82场。哦，当然呢，这个我觉得他打不了82场，但是怀斯曼刚才想扣啊，被破坏出去，被浓眉直接冒掉。普尔再喂给怀斯曼，这球又被浓眉识破，前场球。还对，实际上呢，湖人能走多远呢？就看浓眉这儿。浓眉呢，走一攻。大家看这个迪文琴佐那位置，战法优先，你看这个完全不管威少，这边反正回收，马上就尝试去回收。哎呦，这球给冒掉了，怀斯曼再一个帽，一打三，转到威少手里，威少往里突，再回来，斯坦德的三，拆一大三，没有，这是各有7次失误了，真的是挺多的了。这刚一节啊，你要4期28个失误，哪那么大的呀？嚯，詹姆斯杀进来，好球。又是一次个人能力啊，直接是能够很好的柔合在一块儿。你看这个又是没见有什么传球，詹姆斯加速了，自己来再打进，三分。这球又找怀斯曼的机会，往中间给，有了，很清楚啊，打的怀斯跟刚才那个球也很像，都是突进去之后吸引对方的大个提上来，一个时间没有给，所以又等于停下来了，太小了。升掉了，对，这就是只能说是浓眉高啊。穆迪怎么样？差一点点。哎，他这个阵容，勇士上三后卫了，是吧？对，勇士、库里、迪文琴佐、穆迪，勇士三后卫。但是打击当中啊，这詹眉连线还是非常帅的。今天浓眉。